年最重磅的好消息，绝对是玄彬孙艺珍绯闻传了两年，这次终于认了恋爱中。这也是女神孙艺珍出道20年来第一次公开认爱。不过最近有网友翻出她以前上节目时开出的择偶条件，可是让网友很问号。착한사람이었으면좋겠어요착한사람전외모를정말안봐요외모를정말안봐요说好的不看外表，结果和玄彬交往了，网友纷纷表示太伤心。同样自愿非外貌协会的还有李乃毅，他甚至还说过自己不怎么喜欢长得帅的人。然而如今他的老公就是传说中的元祖雕刻美男玄彬，网友再度疑问的一败。国民初恋秀智也被翻出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感受不到长得帅的人的魅力，但众所皆知他的两任男友分别是李敏镐和李栋旭，这种程度的脸蛋怎么可能感受不到他们的帅啊？当然这些男星性格和内在也是非常有魅力才能抱得美人归，不过也有人说不在乎就是不在乎。国民妖精李孝利当初嫁给大她5岁的尚顺时，也曾因为外貌差异不被看好，不过随着两人互动越来越常展示在大家面前后，超契合又甜蜜的日常生活让许多人感叹孝利是真的嫁给了爱情啊。